在一起，要不然一时比三下。对对对对。保留的其他都是都没怎么改啊，其实你干脆全部念完算了，因为后面都没改。没办法，被他欺负的人难得的。都拿到了吗？好，各位都手上都看到了哈，我们继续开会。好，我们先把样态哈，按照这个行政中立法哈，第一项第一到六款，各位把它看一下，哪些是可以留在里面的，好不好？Hello， 阿林龙，大家注意看着呢，哪些可以留在里面的？看到了。好。第一款可以啦哈，第二款也可以啦，第二款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罢免，这里有些人罢免反罢免挂在办公室里面，这样也不行啊。好，第二款放着啦哈。第三款呢，但是这里领导联署，跟那个有近，但是这个不能在办公处所。第三款哈，会跟那个我们有一个条文在讲那个现役军人跟
这个是不是可以作为联署人的规定？哎，这个要一并去考量哦。好，那个第三款哈、哦，第三款其实是在规范选举活动啊，好、哦。来，说明一下。赵委以及各位这个委员哈，其实原本这一条是规范机关的啦哈，那我们现在委员提案这个变成说，机关对于相关人员来这个职务相关人员或职务表达指示，这个好像就变成一定要把那个主这个所谓的主题主持写进来，就是因为机关我们原来的条文是规定机关，所以我们才想说机关不能编列预算来办理这个活动哈。那如果我们要这样修的话，是建议把那个主持上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级机关，什么所长或是人员或怎么这样的一个写法，这个是可能要加上这个部分的哈。另外，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修正条文，第二款跟第三款其实是，第三款其实用第二款就可以达到目的，也就是说，如果对职务相关人员或其职务对象表达指示嘛，因为你机关的话只是对自己的人，至于这个其他的行政中立的依行政中立法来处理，我们是建立这样的一个部分提建请参考。所以你是建议第三项就不要？对，第三款我们是建议，对了，因为第三款规范的范围太宽了，好了，以后会引起争议。那个报告委员哈，因为这一条原先当初的用意就是说，你政府机关来办什么活动，来配合他的选举或办理那配合他的公投等等的这些活动了、啊。所以这一条每一次选举到了，每一个政府机关都很紧张了、啊。说他原来就有的年度的活动，包括他邀请明华园来了，邀请紫风车来了。会不会被人家想说我在为某一个特定的候选人来竞选啊？啊，事实上这一条从来没有使用过了，因为年度的预算它就不会有构成这个要件了。那我们选罢法本来就有一条了，本来就是114条，它是有，就是说你干预选举的话，它就是无正当理由拒绝等等的干涉选举作业或者这些啊，已经有若干的这个规定了。就等于是行政中立的规定，如果所以跟这个整个是竞合的了。那简单的来讲呢，这一条原来只是针对机关，那现在加了各款加进来啊，你到底规范个人或规范机关会有混淆的现象、啊、到底你是要规范哪一个？原先是说你机关是由你所长来负责，那你现在变成动用资源，那到底谁来负责？还有这个指示，到底谁来指示谁？这个会变成混淆、啊、所以变成简单来讲就是回归原来提案的条文，原来就是这个最早原初那个条文就可以了。那阿全讲哈，你这条法律实施以来50条，对应110条的处罚规定3年以下，你当时有处罚过？没有。是啊，为什么没处罚？因为就是你五十条你规范机关嘛，你没规范个人嘛，所以到时大家找无。所长，所以对啊，所以你应该是你
五十条才甲写清楚，因为你既然一百十条，你是咧处罚是所长嘛，或相关人员，对不对？啊，你太不爱你五十条，甲这样太规矩，甲讲我较清楚咧。因为你刚才咧讲，你无讲明话，我较无想到。你咧讲明话，我较容易想到。你像有诶执政管区啦，吼，地方诶啦，吼，你都是拢请明话员啦。啊，其实候选人都迄场拢有特定政党诶候选人去啊。啊，这也拢无处罚规定，这哪会知？伊嘛是编列活动啊，编列预算啊，这从来没有被处罚过啊，这个足明显的啊，对不对？那没有被处罚的原因是什么？就拢无犯法。对，按照你五十条，这个其实都不行的。对啊，所以把它列清楚。有什么不会比较不好啊？感谢呢。啊，不明话遐个，这好，那个开规个，那开烫海，中央各机关美术馆各展系只有一个明花园。那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来选举，那但是因为你五十条处罚机也是处罚个人嘛，到一百一十条你还是处罚首长或相关人员，因为机关他就直接嫁转嫁给首长，他下面这些没有办法，像对职务相关人员指示，那是谁对他指示？除非你科长指示个人。那、啊、这样不行嘛？就是，但是那就会变成说，我处罚你首长就不对了，我是下面的人，是处罚不当，不是我。那你如果说政府机关有用这个预算的话，处罚我是没有问题，我是用政府预算去来办这个活动，是吧？好，那个。好，那个第九条行政中外第九条的处罚规定是什么？来看一下。那个行政中立法第九条的处罚规定，看一下。进来哦。啊？来。行政中立法第九条后，如果有犯刑的话，应该是惩戒吧？啊，应该是公务人员的惩戒，惩戒的规定了哈。但是哈、哦，这个第九条行政中立法也只有选举没有罢免，啊、哦，按照情节轻重，依公务员惩戒法、考绩法相关法律规定惩处了，哎，但是第九条只有选举哦，也没有罢免了。有啦，他有不得支持或反对啦。支持或反对第九条，支持或反对特定政党啊或候选人从事下列政治活动，所以他这候选人只有讲到候选人，没有讲到被罢免人。
哦，好。那、啊、第十条的处罚规定呢？都一样嘛，哈、哦。好好好，好好 ，OK。我知道，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第五十条啊，按照李俊毅委员的版本这样通过，有没有意见？好。哦，这个把它厘清了，反正他也假如说有去利用职务的机会，要求他人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或罢免啊、哦，这个我们在公职在行政中立法的第九条、第十条里面都有讲到，哎。哎，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级机关及相关的及相关的人员呀，哎，林市长，对了，阿叔说你那个主持是不是要加？这个不用了，好 ，OK 好，好，那就我们按照这个五十条，按照李俊毅委员的版本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回头看110条，刚刚没有讨论完的。110条。我们要以哪一个版本为准来对呢？其他的都差不多吗？哪边不一样？都一样。能赶快吗？但是这个林俊宪的这一些上，没有说其他的呢，我现在要处理其他的。我要接啊接。好了，我们先把一些，我来跟各位报告110条第三项哈，我们就维持原来的条文嘛哈。第三项、哦、就是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各级机关首长或相关人员违反第五十条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就该机关所自用之费用予以追偿。好、哦，这个第三项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按照刚刚本席所宣读的这个文字，好、哦，这个不修正了哈、哦。那我们要以哪一个版本为准来看呢？其他我来看一下。那个拿掉吧。那个我们要拿掉啊。社团机关那个不是我们都赞成的吗？86条，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处理到说已经人团可以啊。那个以后的事啊，好，好，我先来处理这个哈。我们86条还没处理吗？好。那因为它罚则哈有牵涉到有一条86条我们的保留条文哈，那我麻烦请各位再回到86条，86条还没过、啊，30几页，33页啊。哦，这个是说明会的啦哈，那还有那个办公处所的嘛，对不对？好，这个86条，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哈。上次我们在审查86条的时候，有关设立罢免办公室的这个部分，我们有共识。哦，简单讲就是讲，时代力量在讲的讲，阮这罢免当然拢是团体在发动的啊。哦，那人民团体罢。我们上次的结论是说，人民团体一，人民团体法设立的团体，那可以准许他去设立这个办公处所，哦、但是像渔会啊、哦、农会啊、
这个不是一人团法成立的团体，这个不能设办公室。简单讲，上次大家会议的一个共识啊、哦。所以八十六条，假如是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那我们在110条林俊宪的版本哈、哦，这第几页？哦，林俊宪的八十六条第二项，在51页啊、哦，林俊宪有一个处罚规定，在51页的86条第二项的规定呢，等一下，我请问你哈、哦，你说那个罢免办公室是只要有政党的就可以成立吗？政党也算啊。政党，那我们有200多个政党呢。啊？我们国内200全部都可以。国民党也算啊，民进党也算啊，任何党都也算成立。就是不管哪一个党都可以，200多个党，都可以。伊其实伊迄个条文哦，一开始咧规定是讲，因为庙啦，比如讲庙，哦，你去设办公室罢免办公室足奇怪嘛，啊，做竞选办公室嘛足奇怪。谬误啦，因为常常在投票嘛，因为理由是安尼嘛。你嘛不一定像今年迄个民国党，伊就是大众在庙天云冲的啊，对不？不啊，所以迄个不紧啊，因会使啊，即摆会使，即摆规定。不是我是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把它厘清，要不然的话，导游拢设置的办公室，你的。咱今年规定政党会使，对不对？政党会使，所以政党会使，民国党嘛会使嘛。民国党会使。啊，民国党呢，伊家己的伊的庙会使的。庙因准拢做投票所。对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要把它弄得更清楚。你的主张是可以的，我的主张是不可以，我觉得说庙里面还用这个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庙是公共场所啦，你在说的是公共场所啊？你也是其他公共场所啦，那你公务来，我解释一下啦。伊这个是一个公共场所，譬如讲，庙埕啦，哦，也是讲啊，人咧出入比例啊，设办公室安尼会使无啦？阮左营迄个大庙，头前逐摆咧选举都嘛甲围围起來，啊，就做啊，袂使做罢免的啊。做竞选办公室啊，都是一定都是办公室啊，每次都嘛这样子。所以你尽量莫买，你袂当设立庙埕，即摆规定是安尼啊。每当设的不定啊，但是因可能嘛是会抗议呢，这就麻烦呢。我觉得这个文字上可能还是要弄得比较。我们没有开放哦，我们没有开放，没有开放，没有开放。我们只开放这个那个什么那个人民团体，依人民团体设立的团体。昨天拢不开放，昨天甲旧个同款啦。啊，这里面那些八十六条第二项，这里面那些。这个如果说是这边第二整吗？这样的写法，我觉得不，我们不要对，因为啊，这个是第二项，所以这个要加进去嘛，哈。啊，原来没有。依人民团体法这样来，原来没有。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那个竞选的办事处应该是有登记吧？应该有登记吧？哦。我是觉得选举跟罢免应该互相比照了，安尼就较袂遐侪问题。无你这定哈，现在定这个，假使我现在想，假使我有一个财团，还有看到这个徐永明很�讨厌，就我设了3000个办事处，怎么办？我有钱就是要打死你嘛，好，就这样，我们没有设定数量呢。我们现在这个如果照这样修是没有数量的限制的。那实务上哈，要甲规范公比赛。困难了，不是啊，我是讲比照迄、那个比，就是选举甲罢免拢是咱的这个政治活动嘛，啊，那如果选举有一定的这个规范，那是不是比照相同的规范？诸位不懂，数量嘛无规定，有啦，一边那规定，跟那个委员报告哈、啊，那个原先竞选办事处跟罢免办事处规定是一样的。那后来因为这个政治献金法定的时候啊，
说做大放小，只要管竞选经费，不要管他这个你要设几个办公住所、几辆车、几个助候选员助选员，说全部都删掉了。说以前有规定车的数量，还有你助选，还有你这个也都有。那后来就是因为政治宪法定了，就说就做大放小，就不都不规定了。但罢免这个就一直留在这里，所以现在还有一个所谓竞选这个罢免的这个竞选办事处的管理那个办法。那如果现在要跟罢免跟选举一样的话，整个那个第三项就是相关的办法要定也要删掉了，因为罢免还有规定你要多少竞选办事处所，都还规定在那里了。第几项？第二项吗？第三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四项。主席，那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因为有政治现金法，所以是用金钱来衡量他的所有的这个累积嘛，包括车辆、招牌、这个办事处啊、选举的活动广告，所以是用金钱来框限他嘛，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就等于没有了，等于拢无限制。那咱家这个办法一定啊，咱家有留起啊。哪里有？第四项啊，86条第四项。86条第四项，罢免办公室办公人员设置征求联署办法，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啊。我们就留在这边了。安尼要留的可能。理论上是不要呢。不啦，姚文智的意思是。我知道理论上就是有选举有规定，罢免就有规定，理论上是这样的哈。那因为我们上次政治现金化把那个拿掉了，但是拿掉了以后，现在变成说如果没有数量的限制，以前我们是有限制嘛，包括你要竞选办公室乘以几个，都必须有规定，但是现在变成没有，啊没有的话哈，这干嘛还呐？都都讲这个姚委员讲的啊，了解财产，看这个陈其迈做袂爽，佮用3000的办公室，我再看下，有啊会啊，可以这样做啊。二选人设了1000多个，台南有人设1000多个，谁呀？市议有屌吗？这边变哪位？什么人啊？你等一下，所以说已经在市议员设3000多个，1000多个，一千多个，那惊死人啊！啊，你黄昭，例如说黄昭顺服务处的旗子就到处插就是了。没有，我不会这样做。我问题要做1000多个，其实也有问题，要不这样搞。是用3000几个哈，这个很麻烦。就是说，如果有财团对某一个委员有特定他的意见有问题的时候，应该要给拍落来，伊才这样用安尼，落去发动这个罢免嘛。所以你没有规定就很奇怪。但是问题是我们前面已经拿掉了。你后面怎么规定？对啊，我们选举的已经拿掉了。不啦，这个连锁的办法应该定啊。这个嘛，这个嘛。目前我们选举的哈是在规定在44条，各位手上那个没有修正条文的哈，它是规定说，候选人于竞选活动期间，在其选举区设立的竞选办事处，其设立竞选办事处2所以上，除主办事处以候选人为负责人外，其余各办事处由应由候选人指定专人负责，并应将各办事处的地址、负责人姓名向受理登记之选举委员会登记啦。现行的是只是登记而已啦。啊，咱搞咧登记啊？我哪像拢唔捌咧甲你登记？好。你讲过不算了。啊，您今摆拢无晓？拢够咧登记啊？啊，那我们就保留好不好？就这个第四项就保留。但是要不要一并跟这个所谓罢免办事处跟那个竞选办还是要有登记的制度了？现在的登记嘛，啊，登记拢了，迄种形式上登记啦，啊，有登记无登记，你是要来发啥？我坦白讲是安尼，实施起来是安尼啦。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干脆就什么都不要定啊，随便他。我意思是讲定甲无定，其实还是要定啦，因为你有定，就至少还有一点约束力；你没有定，就什么都没有，就。好，大家有没有意见？
我们这个把大家的意见啊、哦，这个列在说明里面哈、哦，请这个列在说明里面。哎、欸，条文都免改嘛，哎、哦，好、欸，伊、哦、就办法互伊去订嘛，哎，办法伊就改去订落嘛，哦，好唔好？好啦，安尼是无？好、哦、好。那个，我们现在在讲现行条文里面的文字了。那个第四项要把它列入了，好。好，然后，哦，那个人团法设立那个，大家有没有意见嘛？我们上次讲过了嘛，好，这些意见等一下我们都议事人员文字做一些整理哈。那好，我们还是赶快回来一百一十。等下还要讲嘛，说明会等下还要等来讲。先搞一百一十条，跟处理耍，这里看麻烦。所以林俊宪在第五十一页啊，他在一百条有一个八十六条第二项的处罚规定啊，增列一个。不是增列，他原来有第三项的处罚，现在罢免可以宣传，所以第三项的去掉。哦。哪里哪里？就是原来。好，五十一页林俊宪的八十六条第二项啊、哦，这个原来的条文就有第二项跟第三项，第三项就罢免不得宣传那个部分，他把它拿掉，哦，他保留第二项，啊、哦，第二项就是在规定。不得在哪里设的这个部分呢、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哦，他就是把不得宣传那个拿掉了，简单讲。哦，那还有李俊毅，还有第三项、啊，李俊毅五十三页，李俊毅还有一个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大家看一下五十二条。哦，条文我们来看一下。五十三页啊，李俊毅的版本的第一项啊，在讲违反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他增列第三项，来看一下。